把它删了。我说把它删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讲哈，男生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说出这句话的女生不是说这个男生有多差，而是这女生有多差。你想想看，她要不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个男生，她会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，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有你那个你开公司嘛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你身上这么多钱，你有范围不方便，而且这个男你看你是周围都是什么新朋友啊，你放你就以后薪资就打到我卡里了。啊什么啊，你看我帮你保管不好吗？好。